说的非常的不错，特别的棒啊，很新颖啊，哎，本色出演，属于这人。下去休息休息，赶紧歇一会儿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那是上台来呢，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还得介绍一下，得介绍一下啊。哦，啊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哈。哎，介绍一下，大家让大家都认识认识啊。我的名字叫孟鹤堂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。没有什么名气，大家捧啊！这位老师呢，是我的搭档，叫周九良啊。大家好，周老师，相声说得非常的不错。啊、哎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你们刚才是没见过开灯吗？啊，你在南京有不少朋友啊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啊、是，嗯，是，亲戚全来了，啊，就只是亲戚买票呢。那是，啊，拿周老师来讲，我们哥俩关系太好了。嗯，关系不错，打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哎，啊，我经常在他们家，小时候老上你们家吗？哎，老串门去。啊，他们家最，我就是最好玩的就是他爸爸。啊，你爸爸是特好玩，不光您说啊，阿姨也说。跟阿姨有什么关系？哦、孟阿姨也说。你听说，哎呀，过年了嘛。让你爸爸也过回年是吧？行了，可以了，歇会儿吧。就说你爸爸呀，好玩儿。什么？怎么？为什么那么形容他呢？就说有意思，老头。怎么有意思呢？你在北京城来说啊，北京城没有不认识周九良他父亲的。哦，一提起周九良的父亲这名字，哎，你说清楚了，你说清楚了，这到底是谁爸爸？啊？周九良他父亲这名字在北京城响当当。哦。叫周文王，为什么叫周文王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他爸爸号称是纹身小王子，啊，一提起这纹身来，大家可能有一些，啊，有的人对这些有一些反感。哦，是看不喜欢这个啊？其实这个呢，是一种啊，一种文化而已。文化，哎，对啊，来自于古代的一些人的对图腾的信仰。哦，就是远古社会，对对啊，远古社会有很多人把图腾纹在身上。哦，这哦啊，这才有了纹身。哦，对不对？而且纹身这也非常讲究。哦，是吗？啊，讲究，你比如说纹龙，嗯，你要纹龙，不能纹正面的龙。正面。正面，皇上家才是正面的龙。哦，那有这讲究。你扛不住。哦，正面龙。啊，纹关公，嗯，不能纹睁眼睛的关公。哎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关公一睁眼睛就要杀人呢。哦，你扛不住。哦，这扛不住。肩膀上。哦，肩膀上纹什么？不能纹哑铃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扛不住。哎，废话。像大米啊、千斤顶啊，都不能纹。您说这是搬家公司的，就不能纹？哦，那是扛不住，扛不住。哦，啊，你这还有什么不能纹？哪吒不能纹。哪吒？哪吒呀，这多可爱呀！你纹完哪吒，好多地儿你去不了。什么地方？就是海口城市，你都甭去。为什么呀？他怕你闹。哎，好，哪吒闹海是吗？对呀。你这纹身来说还有人说纹身不长个儿。您先等会儿，这样这是空穴来风。不是，我就知道纹身不长个儿。怎么会呢？我爸爸说的，只要我纹身就把我腿打折。啊，那是不长个儿啊。但是他爸爸人家好纹身啊，他喜欢这种文化，喜欢这个呀。对，他爸爸哎呦，浑身上下都是纹身。
哦，您给介绍一下吗？最明显的在哪儿啊？哪里？最明显，脑门正中间，这不是个缺心眼儿吗？脑门正中间啊，点一红点儿，不是点一红点儿干嘛呀？我爸爸还没满月呢，是怎么着啊？也怪可爱的啊！不是点一红点儿，脑门正中间啊，这儿纹了一个刀字儿，一个刀字，菜刀的刀。哦、那我爸爸喜欢练武术啊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本来想纹个忍字儿啊，没忍住，没。啊，就是没忍住，就是缺一个心字眼儿。对，就你爸爸就缺了心眼儿哦，对不对？你没忍住，拿这个练呀啊，这不怎么样。这边纹了一个小，脸上啊，这边纹个小小，这边纹个梁梁，小梁吗？小梁，你哎呦，你太爱你儿子纹个小梁哦，那是我不是，我想纹个恨、啊、恨，分开纹是吗？你这您。那你往哪儿闻呢？这中间搁一鼻子呀？干嘛脸是田字格啊？中间搁一鼻子呀？没听说过。对对，还闻什么？没不不，还闻什么？闻那个他爸爸喜欢玩牌，在屁股上闻的苍蝇，一屁股苍蝇，这有什么寓意呢？一定赢一的。这以后打牌就是一定赢，一定赢。哎呀，这都迷信了。这边纹一过肩、啊、哦，过肩龙，扛得住啊，扛得住。哦，过肩，过肩龙，过肩带鱼，带啊，带鱼他是扛得住，这玩意儿海鲜谁扛不住啊？本来想纹龙来着啊，这龙头啊自己啊纹不好，龙身子自己纹的呀，他爸爸自己纹的。哎呀，拿钢笔尖扎自己。哦，看他们干什么算数写不出来，这是龙头啊，插一龙头，你这怎么弄？这脑袋啊！后来嫂子说，那个门口修自行车，张大爷会可能过去画过国画。张大爷啊，他行吗？他行啊啊，画过国画，肯定画画没问题，画画就能纹身啊！找老张去。哎呀，老张那修自行车呢啊，修自行车呢，还不趁钢笔啊？没事啊。有办法？是吗？老张，看见这个了吗？这条带鱼。对，行了，它本来是条龙，还分段儿呢，这位。可是呢，现在少了一个龙头。嗯。你行不行？这个张大爷接这活吗？嗯。妈呀！接了。哟，啊啊，来吧，这行，来，等等，拿出一根自行车辐条来，哎，在地上蹭，干嘛呀？磨这尖儿啊，哦，磨尖儿，人家纹身都拿纹身机纹，人老张头拿自行车辐条，怎么成？就是扎呀，蹭尖儿，哎，嗯，调这墨汁儿，还不如钢笔呢。调好了墨汁啊，端起一盅酒来，干嘛呀？消消毒。哦，这怎么消怎么脏啊？这带出来韭菜，哎嗨嗨，就那么消毒啊？消消毒嘛，就这喷完之后再抹那么一下啊，这不如把这个酒精啊喷嘎吱窝。对不对？省棉签了。你看人这是个主意哈。什么主意？哎，行了，这是个主意。躺着吧、嗯、他爸爸躺着，老张头来了，听着都疼啊。这么长啊，自行车辐条啊，给你爸爸炸的，怎么了？血的呼啦的。擦干净之后、嗯、看看吧。爸爸照镜子一看，哦，哎呀，真好。是吗？真好、啊、就是没眼睛。哦，不能睁眼。哦，不是。什么意思？老张头理会错了。他以为什么呀？给他爸爸纹了一个水龙头。水管子还哗哗出水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纹的还挺逼真。哎，对对，写一行字儿吧，节约用水。干嘛？谁没关水龙头？这是
你这怎么弄？这条龙算废了啊，多新鲜呀，这条龙算废了啊，怎么办怎么办？还怎么办？闻点别的。还闻呢？闻点别的。哎呀，后背给我闻个关公。关公啊，关公行不行？要睁眼的还是闭眼的？闭眼的，闭眼的，闭眼的，闭眼啊！二啊，老张头，啊不对，把你那流程给忘了。躺这儿闻这关公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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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加上岁数稍稍大点儿，手艺啊没有那么好了，闻的有点不太像。这个老周啊，哦，叫我爸爸呢。文王，嗯，行，甭叫外号了。关公啊，闻的有点不，你喜欢张飞吗？这边，你爸甭管谁，快点，快忍不住了，快。这二爷改三爷了。哎，三爷，好，好，张飞。张飞。张飞闻的也不太像。张飞也行啊，啊。闻的也不是很像。老周啊。嗯。文盲，哎，是文盲，是文盲，文王王啊王，这个张飞啊，闻的也有点不太，哎，你喜欢黑背吗？哎，让张大爷修自行车去吧，修自行车干嘛？别让他闻了，再闻呐，就闻出吉娃娃来了。怎么会有吉娃娃的事？废话，怎么黑背呀、啊？狗啊？不是狗，黑背啊。黑背什么意思？黑黑的背啊！张大爷给我爸爸涂层漆，黑黑的背嘛，到时候在上面写金字儿，就别写金字儿了，倒霉倒霉张大爷身上。完了，这儿瞎了，后背也瞎了，多新鲜呀！后背也瞎了，我爸背一壳似的啊，画几道杠，驮一砚台，我爸爸。不是，主要是你爸爸忌讳这个，不让后背上写字儿，走背字儿吗？哦，还有那么一个讲究，有那么一说啊。哦，走背字儿，对不对？后来只能画杠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爸爸别画杠了。哎呀，哎，有喽。哎呀。关公也算是心里有了吧，适可而止吧，啊，心里有了吧，行，到此为止了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哎，肚皮闲着呢，干嘛呀？肚皮干嘛呀？这么着，这回啊，你给我闻得像点，肚皮这儿你给我来一个什么呀？狮子、哦、怎么样？你早说呀。嗯，我就会闻这狮子、躺这儿不一会儿闻好了，他爸爸照镜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一肚子6000多只狮子，哎呀，秘密六千啊，全小狮子呀。什么狮子呀？狮子几的个子吗？狮子跳蚤啊。啊，这老张头可能智力有点问题。哎，废话废话，智力可能有问题。那这么着，老张跟屁股上那苍蝇互相对应上了，这是。我这实在不行了，乱七八糟的，这么着，嗯，你给我纹一个1:1的大象。1:1的大象？大象啊，这怎么太大了？就在你爸爸身上啊，1:1纹一大象，就别纹了。怎么纹？纹这怎么纹呢？怎么纹？这只能给我爸爸碎尸了，这能给他铺开喽，给我爸爸铺开了纹。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废话，就别闻了，甭闻了，闻不了，这身上也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，这一身是啊，哎呀，这个膈应，这肚皮，哎呀，自己看着都起鸡皮疙瘩，太闹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弄个毛衣吧，弄一毛衣穿上，挡着点吗？出门哦，平时都光着呢，你这怎么得穿一件吧，对不对？不能老光着呀，在家光着成，你出门行吗？人管你啊，多新鲜呀、啊！嗯，还穿毛衣，弄一毛衣，自己织，哦、还会织毛衣。他爸爸自己会织毛衣，你知道吗？哦、哎，自己织毛衣，自己纺毛线，纺毛线，
哎呀，他爸爸自己产的毛，哎，自己产的毛。现在怎么会自己产毛啊？你爸爸一换季掉胸毛啊？掉，这不还是黑背吗？不是黑背，掉胸毛，哎，自己缝毛线，自己织一毛衣，哎，织毛衣穿好了，哎，自己长的毛裤啊，自己长。哎，对，这不用织，你知道吗？不用织，裤衩里有一个，反正穿上裤衩，穿上这毛衣，哎，行，挺好。出门吧，一出门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骑自行车。骑自行车？弄一自行车，嘎着窝加块海绵，骑着自行车。您等我，加海绵啊？干嘛呀？然后这边加一派大星。我爸爸还小点儿，拿俩公仔出去玩了。这边海绵，这边一个海星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加块海绵，加海绵干啥？骑自行车用啊。没听说我骑自行车用什么海绵、啊、你骑自行车得用海绵呢。啊，你二八自行车带大杠，他爸个儿不高吗？纹身不长个儿吗？不是。个儿不高啊，他只能掏裆，一掏裆他这样，他这嘎着窝往大梁上一架，省着个能蹬着不就走了吗？这不哎呀，这么多人呢，吓我一跳。好，刚才你们都没现身啊，刚才我也吓我一跳，以为就这一村呢。哦，太黑了，看不见。蹬自行车嘛，哦，蹬自行车嘛，好家伙，哎呀，那么多人哈、啊。好，哎，山坡上的朋友，嗯，反正就骑自行车出去溜达去。哎，那就去吧，去吧，自行车出去溜达去。行了，可以了，玩玩溜嘛，对不对？开心嘛，出去呗，活的就是一自在，没错。哎，出门溜达，哎，溜达，上哪儿？上公园。啊，上公园，这岁数了，干嘛去呀？练练。练什么呀？崩弓子。弹弓？弹弓子。哦，这树杈。这倒安全啊，树杈、啊、没有那个危险的吧？对，不危险。哦，树杈。啊啊，树杈弄俩猴皮筋儿，啊。这打那崩弓子，小时候都玩过吗？对对对，他爸爸打这崩弓都不用瞄，嗯，都不用瞄，是吗？啊，蹬自行车都能打啊，这蹬自行车这都能打，太忙了，这看着路，啪啪啪，哎呀，村里寡妇家玻璃全碎了，哎，啊对，可不，寡妇家玻璃嘛，但凡有爷们就打死他了。就是好练这个嘛，还练这个，好练这个，光这个嘛，啊，不光这个，嗯，啊，还喜欢练什么？练吞铁球，气功，气功，吞铁球，哦，这玩意儿不好练，我跟你说，是吗？铁球啊，哎呀，这有点危险，咽气之后得拿那个气儿给它拖上来，那太不好练了啊！你拿什么练？拿小花卷儿，这么大小花卷儿蘸水，哦，滑溜了，扔嘴里头，别嚼啊。嚼完之后就练不了这嗓子眼了，多新鲜啊！就把这嗓子眼撑开头，哎，整个往下咽，嗯，咽到这儿拿气再往上拖，再、哦、吐出来，哎，你爸爸拿一个站着，就先用花卷练，啊，哦，就是拖在这个位置，嗓子眼，哎呦，嗯，都疼。嗯，吐出来，哎，从哪儿出来呀？啊，从哪儿出来干嘛呀？别使劲了，一会儿从鼻子里出血了，就从鼻子里流鼻血了，没出来呀，没出来，再来一个，这哎呀，你说下去了，再来一个，嗯，啊，哎，这抠能行吗？嗯，哎，来点咸菜吧。哎，这，那就是我爸爸就是饿了，就练这个吞铁球，哎，还练什么吞宝剑。
这还行。他爸爸就好练嗓子眼儿的活儿哈。哎呀，太危险了。哎呦，太吓人了！吞宝剑这么大，大宝剑。两米高。这是吞宝剑还是给我爸爸当串穿起来了？穿宝剑吗？练吞宝剑。吞宝剑。你确定练的不是 BBQ？两米多长的宝剑，宝剑，我爸爸1.63米，你甭说从嘴从脑袋顶下底下脚底下也出来了，不用从脚底下出来，你爸爸这样就能考。说过没听说过？不是，那你说多大宝剑？不，也就那么长，比这个再长一点。匕首，啊，就是吞匕首嘛，还是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别太长。拿那小竹片，竹片。磨得光光溜溜的，没有那个倒刺儿了。哦，哎，往嗓子眼里通，哎，什么时候通的不痒了，不咳嗽了，拿那个真宝剑练。哦，先拿吞铁球先练。哦，练完铁球也是咽炎，练宝剑，插进去。公园里头，嗯，看热闹多呀。啊，是啊，全是老太太啊，人那跳广场舞呢，那、啊、跳着呢。他爸爸这，各位。吓我一跳，老太太都吓我一跳。哎呀，各位，在其位，今儿我要吞一回宝剑，甭跳了都，都瞧好吧。插进去了。哦。这就吞进去了，进去容易出来难呢。这嗓子眼那毛都是倒着长的，知道吗？它往里长，它出来它是枪茬啊。哦啊，不是说你拿我爸爸当海龟了是吗？不是枪茬的像话吗？反正就你往出出难受啊。啊，那是难受。那出这宝剑啪一出来，老太太哎呦鼓掌叫好啊、哦、哎呦哈哈乐。怎么还乐呀？一出来带出一花卷来，这花卷还没消化呢。啊，你就练这个，是没法消化，还练这下去的，还练什么？练那射箭。哦，就是那个大弓射箭的。啊，大弓射箭。射箭呢？这么长一大弓。弓箭。啊，大弓拉满了一丈开外，放这么大一老钱。那、嗯、老钱是空的啊，四里边有一个四方的。啊，圆钱方孔。啊，这叫什么？箭射金钱眼。哦，是吗、哎、拿这个箭射着老钱，射着老钱都不叫能耐，得从这钱眼穿过去。哦，这箭全过去也不行，得弹在上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凤凰搭窝，还有名呢。第二支箭把第一支箭顶出去，嗯，这叫凤凰抢窝，形象。第三支箭把第二支箭顶出去，这叫箭射金钱眼，连中三元啊。是是是，一爸爸搭满了弓，您先等会儿，这不抽脸上了吗？拉满了弓，撒前手。哦，那是我爸爸小名叫金钱眼。那撒哪手啊？后手啊。撒后手，拉满弓，啪！就是刚才没打匀实，这叫凤凰抢窝，这叫。哎，连中三元了，好。行了，可以了，这。怎么了？撒哪手、啊？不会玩啊，就歇会儿吧。不是，我不会比划。你爸爸射得好啊！啊，你爸这射撒哪手？撒这手。后手，对，撒这手。啊，还是崩弓呗呀？打的那个准呢？是啊，练这个为了什么呢？干嘛呀？为的就是出去打猎去。哦，还喜欢打猎？喜欢打猎。嗯，荒郊野外，乱草蓬蒿。出去打猎去，嗯啊，这边背着大弓，
手里拿着绷弓子，骑着自行车，肩膀上站只鹰，还有猎鹰，什么鹰？苍鹰。哎，怎么还苍鹰啊？不是苍蝇，是苍鹰。什么叫苍鹰？苍鹰不是苍蝇，是什么？苍蝇跟苍蝇，苍鹰跟苍蝇，你先分出来，是有区别的。你先分明白了再跟我说。苍鹰就是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老都在天上飞呀、啊，就是一叫唤这个声，一叫唤这，啊，跟我想的没有错，就是那老鹰，这么大个儿那老鹰。您说老鹰，老鹰肩膀上站着，哦，啊，这站只老鹰，打猎去嘛。这是，好家伙，骑着自行车，这手蹦着蹦弓子，这边，啊，打一车吧。打车干什么呀？这不行啊，真不行了，太危险了。没有什么危险的啊，山路崎岖，还山路崎岖，就这样啊，打车进不去呀。哦，背着一个啊，背着弓，这儿站着鹰，爸爸这啪啪啪，这鹰在你爸肩膀上，我行了，就我爸爸这个状态呀、啊，容易让别人当成猎物。这蹬自行车不跟野兔子似的吗？他忙活呀，他是他得忙活呀，哎呀，对不对？生命在于折腾，对，得折腾。哦，哇，这蹬着这一，他爸爸前面骑着，碰着一条蛇，蛇什么蛇？列位，嗯，眼镜蛇，不是一般的蛇，眼镜是毒蛇呀，毒蛇，沾上死碰上亡啊！他爸这蹬着眼镜蛇，唰就立起来了，冲着他爸爸吐舌头，他爸。一捏闸，鹰呜，不是又回来了，不倒鹰。这鹰是从西安拿来的吗？西安借调的是吧？他爸爸回头看着鹰，居敢冲我吐舌头，藐视我。那鹰也看，摘着弓打着蛇，啪一摘着弓给鹰抽一跟头，不是又回来了，不倒鹰。行、就是、他是一个坚强的鹰啊，就是有点艰辛。哎，对了，啪是一打这蛇，蛇会躲，没打着，不是躲开了，再来，啪不是，啪不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全躲过去了。哎呀，全躲过去了，怎么办？打不着的怎么办？肩膀上有鹰啊，哦，一撒这苍鹰，嗡就过去了。旁边起了一蛤蟆，把苍鹰给吃了。哎，孟老师，你帮我解开2019年最后一个谜团。这是一个什么情况？我需要一个解释，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就说这个啊，这你说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我等着你。就说这个鹰啊啊，这飞过去一苍蝇让蛤蟆吃了，这鹰过去啊让蛇给咬死了。2019年最后的解释啊、哦，行吧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鹰给咬死了。怎么办？毒蛇呀，沾上死碰上亡，你爸爸现在怎么办？跑啊！怎么？快蹬啊！海绵赶紧夹住了他。海绵不行，用大星吧，那是。派大星呗，草地里你跑不过他呀，你弄不过他怎么办？还跑不过啊？你蹬不过他，
哦，他的行动在草地上比我们快，快多了。我知道了，点上一支香烟。为何？然后冷静一下，等死。等死干嘛呀？那就跑。你爸爸大小也是条性命，等死像话吗？你别那么有办法。哦，跑跑不过，他还有毒。哎、有毒。这射箭也没用，哎，有办法也死了，没有办法，这弓不在手里的吗？不是，那没有箭了呀？不要箭，就拿这弓啊！这怎么弄它呀？拿这弓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哎，看着啊，动作越慢越好，瞄准蛇这脑袋，啪，就这一下，怎么样？把他眼镜打掉了，趁他看不着，这会儿赶紧蹬加金海绵走你！你琢磨他是眼镜蛇呀，他没了眼镜他就不是眼镜蛇了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蛇，对不对？他找眼镜得找一会儿吧，他找眼镜，我眼镜呢，我眼镜呢，他找出来也戴不上，他没有手。哎，孟老师，你觉得这个年你跨得过去吗？反正我是非常开心的，我还当真事儿听呢，我还说我想学点知识吧，荒野求生的知识。拿一棍啪一下把人眼镜打掉，你损不损啊？